你来了。天爵呢？你居然能找到这里，还突破了我设下的层层防线，看来田爵说的是真的，你是一个从漫画里出来的外星人。田爵在哪儿？想要知道田爵在哪儿，你首先要证明自己。我听田爵说你有超能力，能一年控制任何人，是吗？来，一年我。让我看到自己拥有塞巴斯蒂安的美貌，利威尔兵长的帅气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夜神月那该死的魅力。来，哦，来，来。刚才引诱我使用人石，然后偷拍我，要挟我是吧？现在我有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这很关键。什么问题啊？复活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让你来找天爵的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拍完了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什么复活赛啊？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环节，所有被淘汰的选手都会开启观众投票，总票数排名前五的选手可以参加复活赛，最后由我们的导师选出一位优胜者，获得直通决赛的资格。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不让复活，你们就不复活了？我们就是想请凤老师联系一下田爵选手，邀请他来参加复活赛。田爵？田爵是谁？你在花老师面前装疯卖傻也就算了，你跟我还装啊？我说的就是比赛那天画毛笔画的那个女孩。哦，你说是他呀？但是，他不是不会画漫画吗？他会画。那天所有人走了以后，他一个人留在现场画了这个。我知道你喜欢毛笔画，所以冯老师，现在请你现场鉴赏一下，看看这个田爵应不应该回来参加复活赛。王富贵，对啊，他是漫游集团策划部的总监，也是这次比赛的总策划。所以你是怀疑王富贵把田爵的画给我看是一个阴谋？对。